Hello， 大家好，是我是日币。今天呢，我穿着一身这个 Vampire 吸血鬼的衣服，然后戴了一个小红帽子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录下一首导歌，是大家非常喜欢，以及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首动漫的主题曲《天空之城》。然后还是因为这个只有很短的一个两个小节的音素，两行的一个非常有限的音符，所以我们就制作的一个版本有一点点快节奏，但是呢大家完全可以听出来是天空之城的一个调，所以我们就现在开始来具体制作吧。如果你也有这版游戏，准备好你的 Switch。 我就是把第二段这个音有点节奏有点变快，其实应该要拖一个延音的，然后但是已经没有位置了。然后第二行 ，OK， 酷，制作完成。好了，就是这样，其实就在第二行的这个位置，有一个延音没有拖够，但是呢也算是完成。我们来一起听他来唱。这样的结果还算是满意的，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，不妨试着改编一下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我们来做个小表情，不开心是吗？酷啊，再见。